电影《金手指》云集两大影帝，不少戏中演员都即刻变了小粉丝。在戏中饰演律师的洪卓立，日前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和华仔的合照，但见到他露出一副尴尬的样子，原来是当日因为太多演员，现场很混乱，估不到华仔离开了法庭之后，主动翻翻嚟话要合照。洪卓立之前被指身形暴张，而从这几张身上可以见到，辛苦操肌似乎已经有些成效。虽然穿上律师袍，但仍然看得出身形明显结实了不少。